我们女生可以加以误导上两个男生，如果他们猜错的话，就会有小的惩罚。我已经我也有答案了，对，我也有答案了。这么快啊？你是不是要误导一下他们了？你确定吗？确定啊！你确定啊？你做错了，你可就要惩罚的。你知道我选什么吗？惩罚能不能严重点的？他俩戏太差了，一误导我就知道哪个是他们的。对啊。惩罚能不能严重点的？你们在剧中是不是都有戏？有。你们对女生的嘴唇的唇形有多了解？哎，我的妈！不了解，太尴尬了。不太了解。但他为什么选择这个唇印是小暖的？因为呢，他嘴唇有一颗痣，我这里有个痣。好像是有可能知道这个的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选。觉得这个色号是小暖的色号吗？真的要想好啊，这个不太讲。对啊，这是戏，不带劲。有点提升。你们确定啊？就这个，就这个吧，这个吧。小胖这边呢？我确定，我其实是根据唇形来确定，就感觉很像。我觉得他比较像这个。No， 我觉得这个颜色偏少女的。他就是很少女的颜色啊！我说他在剧里面，他特别很少女啊。他这个唇色现在是他剧里面的状态，他剧里面是一个稍微比较恶毒的女生。那他恶毒？啊，他如果是在那里当不可能，我觉得他不具备那样的。别说了，我感觉我要越说越错，我感觉我要被制裁了。我就选这个吧。如果你给他们两个选一个同字号做礼物的话，你们会选什么样的颜色？粉色，因为它就很少女。哎，王老师认识这么久，第一次这么会聊天，也有点奇怪。太假了，你看我说什么？听我的啊，我就说我唯一认识的一个颜色吧。死亡芭比，我知道有那个名词，但我不知道它是具体什么颜色。它不是黑色吗？那是毒药。他觉得你是个毒人。死亡芭比是你说的蛇蝎美人。啊，你们聊的是可以见到的。对呀，好巧，他嘲笑我了。嘴巴都干了，皮都扯下来了。哎呀，猜对了是吧？我们讲错了，是选错了是吗？对。我选对了。哇哦！耶！我能把痣印上去吗？请问？能。啊，不过他可能对我比较了解吧。恭喜你选对了。我吻了他那么多次。对。哦。好，我听到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在试。听到老师说要送你死亡芭比的第一反应。他没说死亡芭比粉。没说。我说粉色。我说。我觉得可以啊，我觉得反正我长得好看，我瘦得好看。是吗？其实蒋胖选的这个我不知道是谁的唇。我觉得这个在剧里面可能我觉得是这个对吧，对，是一个粉色很作的一个颜色。这个可能是带妆太久了，涂上有点变形了。三二一 ，Come on！ 香豆芽、芙蓉醉、虾、红烧河豚、白花鱼、杜松露、虾仁酿苦瓜猪、杜包鸡、美式烤鸭、红酒鹅肝、红烧鸭翅。哎呦，王老师先示范一个，王老师你示范一个，快，王老师 ，Come on！ 香豆芽、芙蓉肉、醉虾、河豚、白花鱼、杜松露、虾仁酿苦瓜猪。鹅掌。